翻嚟新聞時間，有報道話上個禮拜嘅閱兵使咗成200億人民幣啊！閱兵咧即係歷時個幾鐘，咁樣計咧條數都幾得人驚。不過呢個就唔係官方嘅數字，有人就要求咧當局公開。官方媒體曾經反駁閱兵係勞民傷財嘅講法，嗱話普通人辦喜事都要使錢啊！嗱，究竟點樣唔勞民，點樣唔傷財咧？我諗啦，數字咧就可以講得最清楚啦。有內地嘅大學教授就向政府申請公開呢筆數。50個方隊，12000人接受檢閱，40幾種武器。